我是家四十三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我今年四十三歲。我讀中學畢業，我送回教，我喺人嚟人，我已經做嘢喺阿里巴洛面喺香港入面，我寫照顧BB，小朋友嚟人家，陣間正屋企，咪送住送當俾佢。我希望弟弟先生會請我做嘢喺香港，我會近叻老實定話，唔放仔做兩年合約，到底弟弟做仔先生喺香港仔見，拜拜。好姐姐，我依家問你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小丁華華。幾多歲啊？我而家四十三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。有冇小朋友啊？有。你依家做過喺邊度啊？我已經做嘢喺阿里巴洛面喺香港入面。喺香港照顧乜嘢啊？照顧BB，啱啱出世。識